这款用的拍子是蝴蝶一款维斯卡利亚的蝴蝶网球板，这款球板是七层球板，然后带有两层碳素，正手海绵是用的中国的狂飙海绵，反手是用的蝴蝶的80海绵，这款板已经用了差不多5年了吧，从11年年底用到现在。 我现在打的这个球板呢是斯迪卡的球板，然后正手打的是狂飙的海绵，反手打的是蝴蝶05的海绵，然后这个板是今年新出的板，然后也是我改了大球以后换的一款，加碳素的，以前我打的是纯木的，然后这个是换了大球以后改了一下，稍微试了一个板。都是自己去换这个海绵和。 涂抹这个胶水吗？平常训练的时候可能会1周左右去更换一次，然后比赛的话要根据比赛的场次，可能一天两天会更换一次吧。